今日都會探討一下，咁好多香港家長最近都比較熱門，或者係都想知道去升學方面選擇邊個國家啦，或者最近都比較人都希望去到海外升學嘅，咁同阿 Dennis 都探討一下依啲各方面嘅問題。係啊，可以一齊傾下啦。其實係啦，海外升學咧就講咗即係好多年啦，香港都好流行噶。咁以往咧就有政府嘅幫忙有資助啦，咁啊大協咗咧有一班同學咧喺好早期嘅時候咧就已經得到政府嘅資助出咗國啦。咁當然啦，呢班小朋友到而家都大曬啦，咁亦都形成咗香港一個社會風氣，就係話如果有機會咧有資助或者有能力咧，都希望去尤其英國或者係澳洲啊、美國啊或者加拿大啊等等嘅地方咧，去體驗當地唔同嗰個學習或者嗰、那個學習文化，或者係一啲嘅嗰個叫做教育系統嘅。